天是我辟谷的第二天，我来例假了。早上起床感觉身体有些疲乏犯懒，就一直睡到了中午。中午起床喝了一杯蜂蜜水，吃了一小块苹果，精神状态呢就是好了许多，就出去天天见半个小时。这次生理期时辟谷，身体除了有些乏力，没有其他任何的不舒服。我就把每天的锻炼从一个小时的时间改为半个小时，并不影响辟谷状态。有很多像我一样正在生理期的同学，辟谷期间保持良好的心态，顺其自然。如果生理期反应比较严重，那就停止辟谷，调整好时间，等下次做好辟谷功课再辟谷吧。